在前面，停机吧。张总，那这台锅炉呢？小王，拆吧。 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实践活动，我们不能只停留在理论学习上，要贯彻到我们的实际工作当中去。那就是在工作当中，我们的党员干部要起好模范带头作用，为提高我们企业的效益，为社会做出更大的服务。我们每位同志要做出自己的贡献。好了，今天下午的学习就先到这儿吧。我们 谈一下工作上的事情，张总，我需要你给我一个理由。什么理由啊？我们现在已经拆毁了几十台锅炉了，经过我们的不断努力改造，二氧化硫的排放已经从1000多降到了108毫克。我知道，我们给自己制定的目标是零，可是凡事不可强求啊。二氧化硫排放能够达到这种水平， 就是最好的结果。我们还能做得更好啊！我们的锅炉改造试验应该说是成功的，这个项目是不是可以放手了？我们可以申请国家专利了。安教授，这件事儿我们下来单谈吧。哎，张总，这不是你和安教授之间的事儿，是我们整个企业的事儿，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以及所有员工都非常关注的事儿。10年了。 我们企业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你把我们的生物制剂厂、农药厂所有的流动资金都投到了这里。我同意安教授的意见，马上停止锅炉的继续实验。就现有的技术，我们申请国家专利，早点推向市场。我们是做企业的，利益的最大化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张总，明天该发工资了，那就发吧。怎么了？ 可是我们已经没有钱了。啊，还有多少？支付完买钢材的钱之后，现在我们只剩下4000块钱了。4000？问题究竟出在哪儿？老张啊。 我的问题你还没回答我呢。理由？你是不是怕了？怕了。你是怕我把实验就这么一直做下去，把好钢都变成了废铁，直到破产？你是怕你十几年的心血颗粒无收，而且连养老金都没有了？哼，老张，难道不是吗？试验用的钱是你的，不是我的。 离开你老张，我照样活下去。再说，我还有一份大学的工资。你也太小瞧人了。
既然你愿意把自己折腾成一个负债累累的穷光蛋，非要在南墙上撞死，我有什么赔不起的？说吧，下边怎么改造？员工，我把锅炉内部的构造要调整一下，你看看，如果没什么问题，就把这份设计图交给车间，让他们再做一套锅炉啊。 员工，我怎么觉得这点地方不应该这样啊？你看，这是我昨天晚上画的。这点地方是不是应该这样？风力导入过快，就会造成二氧化硫的提前产生，这样一调整，会对风力有阻隔作用。我同意安教授的意见，不过。 这里还需要再调整一下。哎，不对啊，安教授，我怎么觉得是你推着我往南墙上撞啊？啊？哎，你好，是我，啊，我想找你商量点事儿。啊，不不，我不炒股，我不炒股，我是想跟你商量一下。啊？什么？年底大盘会涨？ 牛市，哎，不不不，哎，张大姐，我是，啊啊啊！你把钱都投到股市里头去了？哎，对，是我。那份农药厂的转让意向书你看过了吧？啊啊！哎，咱们还可以再商量嘛。什么？再让40%？哈哈！哎呀，小芳，你这。 哎，那陈二，是我。哎哎哎哎，哎，陈二，我给你这价钱是2年前买房子价钱，嗯，听说现在都涨到7000多一平米了。对，嗯，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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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早晨我跟你一块儿去办过户手续。哎哎哎，好好好，太好了。哎哎，好，再见。 哦，那咱们定的是定制的，为什么转了都转了？转了定制的。哦。上车让加个两个管子加够了。喂。啊。喂，哪位啊？喂，哪位？嗨，杨啊！哎呀，哎呀，总算把你给盼回来了。 哎，我说你怎么不提前打个电话？我好派车接你去。哦哦哦哦哦，在北京呢。哦，马上登机。哎，老爷。哎呀，太好了。这样啊，1个半小时以后，我派车去接你。我记得好像当初。哎呀，总算把你给盼来了。好，咱们见面好好聊。好，再见啊。哎。哎。 赶紧停一下。
喂喂喂，老赵，还是我，啊，我跟你说，你开上车，一个半小时以后到机场接个人，得接我那个朋友去美国那个，啊？什么？哦，对对对，把车卖了，嗨，我都忘了。这样吧，你想办法借个车，到机场把他接一下。哎，路上注意安全啊。这是修改过的。啊。 来，老王，啊，过来过来，干嘛？快过来！哎，我跟你说，你，哎，我跟你说，咱们就要有钱了，什么？你想打劫银行啊？哎呀，老安，我的安老师安教授，这，你能不能配合一下？你就兴奋一下吧。我告诉你，咱们呢，就要有钱了啊！等着。 建国，可把你盼回来了！哎呀，进来了，进来了，都想死我呀！坐坐坐坐坐，哎，杨，你回美国以后啊，我把你临走前给我提的建议有好好琢磨了一下，我觉得有道理。你呢，给我300万作为保证金，我给你加工各种除臭剂，利润你7%我3%。怎么样？300万保证金带来了吗？如果带来了。 你今天就给我，建国，你今天是怎么了？怎么这么着急？我钱我给你带来了，今天我就可以给你。真的？啊，太好了，杨，你看，我把合同也带来了，咱们俩呢，今天把合同一签，你就把300万赶快给我。哎，建国，你听我把话说完，啊，咱俩的合作只是一个小生意，我要帮你做笔大生意，一笔你想都不敢想的大生意。 这就是我跟大家说的富安节能减排锅炉厂厂长张建国先生。这位是美国华尔街斯皮特风投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杰克，这位是斯皮特风投公司的副总裁劳伦斯，这位是翻译杰夫，这位是斯皮特风投公司特聘的技术分析师斯蒂芬，这位也是分析师大卫。现在我们大家都认识了，接下来事情你们自己谈。 我不方便在场，我先出去一下。哎，张先生，我们坐下谈。你们坐，坐下来。张先生，您正在研制的节能减排锅炉技术，我们了解到了一些。我们这次来就是为了收购你的技术和工厂。收购？对。 收购。上次我从美国回来，你正在研发节能减排的锅炉，刚好遇到了试验失败。你准备进钢材重新设计。你跟特种钢材厂的材料科科长为了几万块钱掰过来扯过去好几天。后来我才听安教授说，你没钱了，你的公司也没钱了。哎。 我据事而说，我没说不能说啊。嗨，他又不是外人。为了研发节能减排锅炉，这10年来，你把做其他生意赚的钱全都贴了进去。现在几家公司账上一点流动资金都没有，而且你的研发走到了瓶颈，卡在了65点上，再也下不去。哎，我陈述事实啊。 好在我跟杨洋是发小，这事儿让他知道了，不丢人呐。要达到什么标准才满意？你是怎么回答的吗？降到最低。什么是最低？这个目标能达到吗？什么时候能达到？我们现在只是没找到正确的方法，也可能明天，也可能10年以后，但是一定能达到。哎，这可是他的原话啊。
老张，我没说错吧？陈述事实吧。上午，你在跟斯皮特风投公司的商务代表谈判时，我听安教授说，你把房子、车子能卖的都卖了。现在周围的人，没有一个人愿意给你借钱，给你投资。银行也三天两头来逼债。哎，老张，我。行了，老安。 据实陈述吧。这个是你上次要订的鞋除臭剂。哦，这个是冰箱除臭剂，这边是垃圾处理站的除臭剂。哦，看看，浓度60%，5倍的水稀释，直接可以使用。60%？那你不吃亏了吗？哎，咱们说好40%。如果不是我们因为研发锅炉需要钱。 老张差点让工人给你生产成浓度80%。他说：“你一个人在美国打拼不容易，他又帮不上什么忙。既然这个产品让他来做，他说只要能帮着你在美国打开市场，产品就是没有利润，他都会干的。”建国，我，哎哎哎，别啊！咱们都一把年龄了，你怎么还跟小时候一样没出息？ 动不动就，杨儿，其实我这样做也是有私心的。你想想，让老美用上我们的产品，知道除了他们以前用过的，还有更好的除臭剂，那将来的订单不得哗啦哗啦的全流入我们中国呀？是是是，我这叫偷梁换柱，暗度陈仓。哎，建国啊，说说。 今天斯皮特风投公司出的价格还满意吗？他们出资人民币5000万。不过我想知道的是，他们的附加条件和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张先生，考虑的怎么样了？你也知道，我们公司是一家大公司，我们时间很宝贵。 目前有30多个国家在研发节能环保锅炉，减排走在最前面的是德国、英国、法国和日本，他们的二氧化硫排放分别达到300到500之间。您的技术达到了65%，并且恒定了一段时间。目前节能走在最前面的是德国、日本、新加坡以及俄罗斯。 他们分别达到了20%到20%，您的技术达到了20%，从这点上来看，您没有优势。张先生，对我们开出的价格，你满意吗？价格上，我基本上没什么意见。我只是想知道，工厂被贵公司收购以后。 我能干什么？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一切是你的自由。那么，我还能继续我的研发吗？如果达到了我的目标，也就是二氧化硫的排放做到了最低，那么这个研发成果是属于我个人的，还是归公司的？张先生，二氧化硫的排放达到65%，已经最低，不可能再低了。 您应该知道这个道理，物质不灭。难道你们不希望我继续研究下去了？二氧化硫的排放达到最低，不是没有可能的。对于我们来说，只是时间问题，只是调整我们自己的思路问题。张先生，您刚才听到了。 现在很多国家都在投下共军，研究这个项目。您的这个工厂从技术到资金都不能跟他们相比。您在做一个不切实际的梦。另外，您的工厂卖给我们之后，这个项目就和你没有关系了。几位先生，我看今天的会谈就先到这儿吧。我也希望你们考虑一下我说过的话，因为我坚信。 我能达到我的目标，如果问他们的真实目的，说穿了就是垄断。垄断？我明白了。
斯皮特风投公司把研发成果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里，他就可以借机卡每一个用煤大国的脖子。一台节能减排的锅炉，可以价值100万，也可以价值一座油田呐。Do you think he'll accept our offer? Of course. He is a businessman. Well, what if he doesn't? Then we beat him down with money. This is the Environment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of Carbon Emissions of all the information. Carbon emissions of carbon emissions from the atmosphere is impossible. I think I already understand your meaning.你们是要让我面对一个亘古不变的定律，物质不灭。可是，张先生，关于理论，我们不再探讨了，直接你说你的要求吧。我的条件是，贵公司出资5000万，占有40%的股份，现有技术我与贵公司共享，我会把实验继续进行下去的，直到成功的那一天。一旦成功，依旧是我与贵公司资源共享。张先生，我们公司的原则是唯我独尊。8000万，我们再加3000万，一共8000万，全属于你一个人，这是最高价了。如果我不同意呢？没有人会把财富拒之门外，张先生，你认真考虑一下。哎，小王，这个怎么还没运走啊？财务部通知不让发货。他没有把钱打到我们的账上，按照合同规定，钱不到位我们不能发货。小杨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他不会骗我的。可能是这两天忙，没顾上转账啊。这样，你先发货，回头我让他尽快把钱转过来。张总，我不能。为什么？如果钱不到位，我们连支付原材料的钱都没有，更别说是继续生产了。哦，是这样啊。那我去找他一下。嗨，钱不是问题，他有钱，这次来是专门带着钱来的。你呢？马上把货先发过去。Why haven't you transferred the money to my account yet? We've made a deal. Yes, Xiaoyang, we have made a deal. However.The prerequisite is that your friend promises to sell us his factory and his research. The contract we signed is not this case. You broke the contract. You owe me money. You promised me half the money for the deodorant market. Well, we're changing the contract. Why? Because you haven't made any progress with Mr. Zhang. 强盗。强盗！我不能对不起建国，不能对不起建国，可我该怎么办？我又能怎么办？
你开开门，我知道你在里边。开开门，杨，你出来，有些事儿我们两个说清楚了就没事了，咱们俩共同去面对。杨，没办法面对，我没钱了，我给不了你钱了，你走吧。你就当从来没有我这个朋友。 你就当小说那场大火把我烧死了，你走吧。杨，我知道小时候那场大火，给你留下了永远消失不了的印记，同时，也深刻在我的心里边。你还记得你当时说过一句话吗？你说，既然老天不让我们俩死，那我们俩就好好活着，我们要活出点名堂来。 村里边跟我们一块长大的小伙伴，现在绝大多数都留在山里头，种地、看山林，就我们两个走了出来。两个一无所有的孩子，没有靠山，没有退路，但是我们走出来了。我们只有相信我们自己，我们相信一定能成功，我们一定要成功，杨儿。 今天的性格，不是你，你没有这么懦弱，你没有这么不堪一击。因为那场大火，我们俩在一起。那场大火之后，我们就应该什么都不怕了，因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共同面对，我们共同进退。 可把你等来了，哎，我跟你说啊，刚才没有了，你赶快叫人把钢材送过来。还有啊，阳光啊，有个新的思路，图纸已经画好了，只等钢材一到，马上开工，连夜加班。还有，我发现一个问题啊，这个炉膛温度没有烧到1200度的时候，哎，这脱硫机器起不了作用啊。怎么了？出什么事了？钢材今天来不了了，通知工人，下午放假。为什么呀？ 我们没钱了，啊！小杨的钱泡汤了。这 ，If you can convince your friend, we'll transfer funds right into your account. In addition, we'll grant you that Southeast Asian franchise, which I think you always wanted. Now make it happen, because the benefits far exceed any possible profits you could get selling deodorant. Our president just called. And he specifically stated that he wants to have dinner with you when he returns to the United States. Now, this is a huge opportunity. With the president's favor, you will have no worries in your future financial obligations. Of course, it's all in your hands. Whether or not you want to grasp this opportunity, look, one small step forward and great wealth is at your fingertips. But one small step backward, and you're definitely out of the game, with no opportunity to get back in.
在厂里待了这么多时间，我还是头一回这么好好看看。真安静啊！回家了没有？是啊，是该多回去好好看看了。这些年，跟你泡在厂里。 没日没夜的研究着该死的锅炉，饿了就在职工食堂吃，困了就在这儿睡。好不容易回家一趟吧，拿的全都是该换洗的脏衣服。我女儿跟我说啊，回家是旅游。我老婆说我就不应该结婚，找个钟点工就可以了。 哎，我要不是有孩子呀，我真不想结婚。就这么过一辈子算了。当咱们俩的婆娘难呐。你说咱俩有家不回，把两个女人扔在家里，把所有的家事都扔给他们，哎，这不是害人吗？哎。 别苦了孩子了。我记得我儿子小的时候，他有一次跟我说：“他说，爸爸，我真想再回到妈妈的肚子里面去，那样你就不用娶妈妈了。” 有一年，我半年没回家，就是那年咱们研究农药勾兑比例那次。事后回到家，儿子高兴的死缠着我，弄这弄那的。说着说着，他就说：“舅舅，你帮我弄弄这个。舅舅，你带我玩玩那个。”你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叫吗？ 因为我半年没回家，都是他舅舅带着他玩，他叫习惯。那个时候，你儿子才六岁。六岁。有一次，我问他：“儿子，你想不想爸爸？”他就看着我。 使劲的点点头，我再多问他一遍，那眼泪就下来了，能委屈的哭半天。他知道，他从不问我什么时候离开，他总是偷偷的去问他妈妈。每次我离开家的时候，他从不抬头看我。 什么？酒，喝点。哎，你不是不喝酒吗？今天我想喝点。我不想喝，哎，你也不许喝。这酒咱留着，等咱们试验搞成功了，咱们俩喝它三天三夜。你说，我们那个目标能实现吗？ 能，一定能。哎，
这话不是你告诉我的吗？这又是什么？嘿，老安，你不会是为了喝酒，把这下酒菜也一块带来了吧？是下酒菜，但不是吃的，是让你烧的。烧的。 老安，你哪来这么多钱？你干什么了你？放心吧，这是你嫂子给的。她跟我说，我们俩结婚这么多年，日子也过了大半辈子了。再说孩子也大了，她不忍心看着我因为失业没钱愁死。老安，这可是你的全部家底儿啊。嗯。 可这也就够我们做一次试验的呀，所以啊，我才喝酒壮胆儿啊。好，那咱就喝。哎哎哎，不要喝了，钱我已经给你了，胆儿我也壮了。你赶快回去洗一洗，睡觉。明天我们还要继续啊。事与命运做斗争。事与命运。 做斗争。啊，老安。 大半夜的，你把我叫来干嘛？老安，你还记得咱们俩刚才说的话吗？你刚才说的话多了，我又不是复读机。哎呀，你不想睡觉，你不让我睡啊？我刚吃了药，迷糊着呢。哎，老安，哎，老安，你回来。老安，你好好想一想，照我儿子的逻辑，我要是跟他妈妈不结婚，他能出来吗？ 你神经病！大半夜的琢磨这个。哎，老张，你把你刚才说那话再说一遍。如果在二氧化硫生成的时候，将硫提前分解，会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在二氧化硫生成的时候，将硫提前分解，可是硫分解出来就会跟氧气结合，形成二氧化硫。 如果在二氧化硫没有形成之前，将硫分解，就势必要降低，或者不提供氧气。可是不提供氧气，煤就不会燃烧，煤不燃烧，那硫就分解不出来啊！哎呀，老张啊，真是让我绕。老安，改变。 你们组要如果人不够啊，从其他两个组再调两个组人来，好吧？一定把这个事要抓紧时间进行了。他们那个组的人呢？来，你随便吧。 货都发了吧？哦，都发了。我的搭档已经开始联系美国各级经销商了。哎，哎，这是什么？啊，哈哈，拼图纸。你要是不来啊，我还准备给你打电话。昨天晚上我跟安教授一夜没睡，想了个最好的解决办法。以前我们的思路有问题，停留在前人传承给我们的固定思维模式上，物质不灭定律，从来没有改换过思维模式。
物质转移。这儿，我们如果在这儿加入一个，哎，你哪来的钱？哎，安教授把他的家底儿都给拿来了。你看啊，如果再失败呢？再失败，建国，我欠你的钱，短期还不了你，我只能把出臭气先卖出去。杨二，给你发货的时候我已经说了很清楚了，你千万不要有任何心理压力。发给你的货只是订单的一半，另一半我已经发给国内一个经销商了，回来的款足够保证工人的工资和购买原材料的。至于环保节能锅炉的研发费用，这个你不用管了，我会有办法的啊。建国，我们如果再次失败，你会把谁家钱再拿来呢？建国，你的心情我非常明白。为了节能环保锅炉，这十年来你付出的太多了，数不尽的钱，欠下天伦之乐的感情债。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憋着一口，因为你从来没有败过。你想要做的事情一定能够成功。为了这个成功，你可以不惜任何代价。建国，为了这个成功，你可以忽略家人的感受，你可以不计较个人得失，你甚至可以耗尽你一生的时间和精力。你可以把追求着就是最大的幸福作为座右铭。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有没有为他们想过？安教授一个多优秀的生物学专家，可他为了成全你的梦想，抛下自己的专业，一头扎进原本对他来说非常陌生的领域，一干就是十年。如果这十年他不是跟着你研发该死的节能环保锅炉，如果他继续从事他的生物制药研究，你知道他今天会出什么样的成果，他今天应该站在什么样的领奖台上。你再看看员工和这些工人们，他们最短的也跟你干了十年了吧？十年，一代人都长大了，这十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你知道吗？每个月就几百块钱，十年如一日。他们哪个人没有自己的生活追求？哪个人不渴望生活再好一点？可是他们为了成全你的梦想，他们放弃了自己。建国，有些事情，有些时候不能太执着，太自我，也该为身边的人考虑考虑。I tried my best. We'll report this matter to the president.
我基本上同意你们的条件，也可以放弃我的继续研发。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条件，就是不要解雇厂里的任何一个人，让他们待在原来的岗位上。尽管放心，如果没有别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签字了？ 对不起，我坚持我原来的条件，还是请你们好好考虑考虑吧。I want to know what happened. You disappointed us. Is it related to his new experiment? Well, he seems to have found a solution. A solution? The current abilities. Go on, please. In the decomposition of sulfur solution through technical means to force conversion of sulfur. With desulfurization agent. Force conversion? How he controls the burning of coal? No. He did not say. You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progress of this experiment, and no matter what happens, we gotta know first. Mm-hmm. 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不用解释，这跟对与错没有关系。 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哎，实验开始了吗？我想过去看看。好，我马上到。 Either this guy is crazy or he's a genius. Do you really think you can pull this off? What innovation needs is not to adhere to conventions, nor to be unrestrained, but bold, reverse thinking in reasoning. But if this guy makes this experiment work and pulls it off, it'll cost we get it. You got it. Leo，成功了！这机器不会有什么问题吧？不会啊！哎，小王，你赶快把这台检测仪器拿回去校验一下，好，把那台备用的赶快拿过来啊！
保安，安教授，刚才在什么点上？温度多高，风力多大，燃烧率是多少啊？全都记在这儿了。怎么了？出现灵了，灵出现了。老周，我心脏不太好。真的是灵，可是没稳定住。 There appears a zero. However, it was not stable. Are you sure? I have seen. It's time we have a good talk with Mr. John. 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 只有在某个点上，脱硫剂和硫才能彻底的发生作用。硫随着煤灰残渣排到循环水中，煤的充分燃烧对硫的分解起到了最大的作用。我仔细比对了一下出闸口的数据，我发现，在零的这个节点上，出闸率降低了85%，就是说燃烧率。 提高到了95%，节能率提高了30%多呀！啊！哎，你说，我们后来又反复进行了多次试验，怎么就找不着这个点了？问题啊，依旧出在锅炉的内部结构上。嗯，我重新设计了图纸，一起来看一下。 你们看，这里。哎，你这个图，哎，不，等一等。嗯，趁我刚才睡觉的时候，你们俩干嘛去了？我让老严把锅炉给拆了。啊？拆了？拆了？哎呀，没钱了。 我们拿什么做新的锅炉啊？一步之遥，就差这一步啊！老安，别这么伤感，会有办法的啊！十几年了，我们朝思暮想的等待这一天。 为了等待这一天，付出了什么，只有我们自己心里最清楚。时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你还要心情唱歌啊？为啥不唱？一步之遥，功亏一篑。一步之遥，功亏一篑。 要做就做最好。当初你为什么不申请政府的专项资金呢？省委组织部、黄副部长几次三番的找你，问你企业有什么困难没有？可是你每次都说是没有。说的高尚点，国家现在正处于发展时期，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有多少更重要的项目？
需要研发资金啊！我们既然能够自己解决，就绝不能向国家伸手。哎，手心朝上，背负的东西太多呀。我是怕把我压垮了，也怕把你压垮了。哎，说现实点，那个时候我们搞这个项目的研发，我心里真没底儿。哼，我真怕自己做一件不靠谱的事儿。哎，不过现在看来，这事儿还挺靠谱的啊。哎，老安同志，笑一笑嘛，快快快，配合一下啊，笑一笑。天无绝人之路。你说的不会是那俩外国人吧？路在我老婆那儿。我老婆今天打电话了，说准备把送我儿子出国念书的钱全部拿出来，明天一大早就送到。那你儿子怎么办呢？儿子还小，过两年再说吧。哎，不行不行，绝对不行。你儿子出去念书这个事儿已经拖了两年了。哎，安教授，你老婆既然能把压箱底的钱全部拿出来，那我老婆就不能把送我儿子出国念书的钱拿出来吗？哎呀，怎么了？你老婆就比我老婆高尚？要不这样，明天早上把俩老婆都叫到咱们厂门口，让他们俩 PK 一下。哎呀，你这胡扯些什么呀？啊，这哪儿跟哪儿嘛？行了，你别管了。明天开始，继续实验。如果再失败了呢？做了这次实验，没有下次实验的钱。顾不了那么多了，爬一步是一步吧。哎，大不了，也就把我卖给哪个企业嘛。我这儿还能值几个钱吧？那好吧，爬一步算一步吧。世上自有公道。付出就有回报，说到不如做到，要做就做最好。世上自有公道，付出就有回报，说郑先生，恭喜！您的心愿实现了，出现的灵。消息这么灵通啊！这是个信息发达的年代。哎呀，我只是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中国人，没那么高的关注度，除非有所图。您说呢？张先生，全世界有很多国家都在研究这个项目。你能做到，别人也能做到，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让我们开门见山吧。什么样的价格你才能满意？今天我能来，就是抱着合作的态度。太好了，张先生，你开个价吧。贵公司注资到我的工厂，各占股份，资源共享。No， 张先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过了吗？我们要的是唯我主动。再或者，贵公司购买我的专利，我承诺整个欧洲市场，我绝不会再转让其他公司。No， 我们要的是全球独家。这个条件我很难答应你们。你不要让我们等太久，只要您把实验资料都交给我们，并且不透露给其他人。我们给你3亿美金。哎，老安，你
喂，你在干什么呢？哎，你这算的是啥？我在算3亿美金堆起来。 到底是什么样啊？你呀，算明白了吗？算明白了。哎，车间进展怎么样？按部就班。老张，你见过？ 崩溃了，你别笑话我，你没崩溃啊？哎呀，崩溃了！哼，任谁都得崩溃啊！太巨大了，不敢想象的巨大呀！哎呀，这么多钱呢，别说这辈子花不完，就是下辈子。 下下辈子都够了。哎，老安，如果把这笔钱给你，你打算做什么用啊？哎，这几天我一直想这个问题。我呀，想先买套房子，200多平米，2层，第一层住人，第2层当实验室。 再给老婆买辆车 ，QQ 牌就行，让她开着车去买菜，去跟朋友喝个茶什么的。再给女儿办个健身卡、美容卡，省得让她整天在家里折腾什么黄瓜、牛奶这个面膜。哎，你说？ 这么算下来，顶多也就200万。你行啊，你还能花出去200万。我算了算，除了给你和工人们分一些之外，我自己和家里连100万都花不出去。老张。
我是真崩溃了，我知道，我知道你崩溃了。这不是几千万人民币，是几亿美金呢？那也就是20多亿人民币呀。哎，你说，他要是换成了现金，那得堆成多大一堆呀！啊！ 现在，我们的锅炉工艺也改良了，你也恢复了3年前磷出现时候的脱硫剂。我们现在的风力、燃煤、湿度比例，那都是最佳状态。可是这个磷，好像就跟咱们捉迷藏似的。我知道，你不是面对金钱崩溃了。 你是面对我，面对自己的信心崩溃了。如果试验一直这样进行下去的话，磷也一直不出现。我一再拖延和美方的谈判，如果美方失去了耐心，终止收购，真到了那个时候，你无法面对我，无法面对你自己。 老张，这回我是真害怕了。要不我们把它卖了吧，3亿美金。哎，我放弃了。老安，你说我们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 哈哈哈哈哈！哎，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我们不想那些了，开工。 Your friend is very stubborn. Our time is limited, and our president's patience is limited. I tried my best. Or we could change our idea. Collect all the drawings and data. Steal? Of course. It's better to convince your friend, but this is the last resort. What can I get from this? State your conditions. I have not decided yet, but I need some money. And sometimes money is the basis of trust. No problem. 就这儿，还得再改进一下。那就加大脱硫剂的剂量。嗯。但是，进展怎么样？新的图纸已基本完成了。我和老张正在修改脱硫剂的配方。现在啊，就等老张把自己卖了，换点钱回来。 买钢材继续试验，有人买吗？有啊，当然有了，真有。<笑>据说开价还不低呢，年薪好几万吧。<笑>哦，建国，啊，这是什么？你哪来这么多钱啊？够做几次试验的吧？ 够够够，起码够5次。出售绩效量不错，这是回款。
Okay, fellas, here's all the data and directions for producing desulfurizer. Where did you get all this stuff? Man, this is amazing. Okay, I'll notify the lab right away. Could we make it in time? Well, we could use Mr. Jung's tactic. Kill the clock. Kill the clock? What, you haven't seen it? Mr. Jung's been delaying us the whole time. On the one hand, he wants to keep with us. And on the other hand, he's still expecting real results in his experiment. If he has that, then he'll really have something to bargain with. And if our experiment turns out to be a success? Then he has nothing. This is a test report from a research institute in Germany. They rebuilt the boiler according to the data provided by us. They even used the same materials that the company used. Unfortunately, the result is less than satisfying. The discharge value of sulfur dioxide is 103. This report just came in for Russia. The level is 96. There's also new reports for Sweden, Japan, and India. The levels are 117, 91, and 134. This report may be worth looking at. It's from France. The scientists there achieved a level of 78, but unfortunately it didn't last long. The final value was 105. How could it turn out like this? Was there a mistake in the data supplied by Jung? No way. I've analyzed all the data carefully with our whole team. There were no mistakes in the report. Well, is there a way that Jung didn't have all the data, that there's other data? It's possible. Otherwise, the values coming from our boilers would be lower than their 65. Have they made any progress? Well, they're in experiment now. They're trying to get it down to zero. Jack, I just got to remind you that if we can get, look, a 1% reduction in emissions, in sulfur dioxide emissions, the energy saved will be 1.3%, plus 1.3% on the industrial output. Now, if we can get a 10% reduction, the energy saving is 15%, and the increased industrial output is up 17%. Now, that's a huge saving for any business that operates on coal. And companies, or countries that use a lot of coal, their savings and their industrial output, that's going to be immeasurable. Now, the price we were prepared to pay was far more than the 0.3 billion US dollars, but that's the amount you lowered it to without consent. And that's what terminated the negotiations. Now, from this point forward, we got to spare no expense. We've got to get this technology, no matter what the results of this test are.
放量时，零，我们终于成功了。建国，好多年没回来了，一晃好多年了，好像做梦一样。可能是年龄大了吧，经常做梦，梦到小的时候，梦到我们一起看山林修水渠，梦到了我们俩一起漫山遍野的找野果，吃到坏肚子，梦到我们赶野猪反而被野猪追着跑。在美国这些年啊，就是靠以前这些事儿让我一直撑着。是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根，我们俩的根就在这儿啊。建国，这是当年修的渠吧？是啊，30多年了还在用啊。在用，如果维护得当的话还能用下去，永远的可以用下去。其实我倒是非常感激当年制定修水渠方案的那个人，他为后代创造的不仅仅是一笔财富，而是对精神和生存理念的一个全新认识。很哲学啊，话里有话。然而我最近一直在想，人活着是为了什么。30年前我们那个时候还小，10来岁什么都不懂，公社让我们去看山林，我们俩就去看山林，几座山头就咱们俩，一到晚上黑黢黢的，你在那个山头喊，我在这个山头喊，说是喊声能吓跑野猪，其实是为了给我们俩自己壮胆。是是啊，公社让咱们俩来修水渠，咱们就来修水渠，白天累得一身臭汗，回到工棚站都站不起来。可以听说10几公里外的村里边有电影，我们一路跑着去看电影，可每次去看的都是电影的结尾散场。10几公里路我们再回来，累得倒地就想睡，但那个时候我们很快乐。雅，你快乐吗？我只知道一直往前走，是想早点成功，没有想过快乐不快乐。那你说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
难道就是为了成功？一旦成功了，他还会想着更大的成功。小时候因为我们很快乐，那是因为我们的目标很单纯。现在我们不快乐，那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欲望太多了。建国，你究竟想说什么？说吧。把它还给杰克。我不想让你有太多的噩梦。建国，我没有你思想境界高，没有你站得高看得远。更多的时候，我只考虑我自己。但是你别忘了，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The data, materials, and drawings you have given us are different from their current experiment. We need the data from this experiment. All data. No way. We can't get the data. The data of the experiment is in the hands of Mr. Zhang, Professor An, and Mr. Yan. I gave you the information. I deserve the money you give me. Mr. Zhang has been successful in his experiment. The rights belong to him and this country. Nobody can break the law. 几天以后，我把钱还给了他们。你放心，这回钱来得很干净，不是骗人得来的，是除臭剂，这回真的赚钱了。阿建国，你早知道我有可能被他们收买了，那你怎么不提防着点？你就不怕我真被他们收买了？杨儿，我们都曾经一无所有过，最坏的结果也就是我再回到一无所有。你想想，我真的都一无所有了，我还害怕失去什么？我知道你会出卖自己，你宁愿自己一无所有，也不愿意让我一无所有。你出卖自己是为了换得我的成功。建国，你什么都不用说。值得庆幸的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我们都把握住了自己。人类需要各种能源赖以生存，节能减排是我们每个人肩负的社会责任。我不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们将来只能在字典里找到蓝天白云这样的词汇。今天还给地球一片蔚蓝，绝不再会是梦想了。张先生，恭喜你攻克了这个世界的难题，那你开个价吧。咱们还是老规矩，你们开价。8亿美金和40%的技术股份。廖云先生，非常感谢。从你们今天开出的条件不难看出，在贵公司总部那里你们做了不少的工作，要不然不会有今天这么高的价格的。要知道，8亿美金对我，对像我这样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说，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天文数字。但遗憾的是，我不能答应。为什么？如果不够的话，我们还可以追加。别说8亿美金，就是800亿美金，我都不会答应的。两位先生，其实我的条件一直没变，我只是希望贵公司拿出一部分资金，扩大工厂的生产，并且占有一定的股份。现有技术由中国和贵公司共同享有，这一点我们绝对不会答应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的谈判就没有必要进行下去了。环保锅炉的技术研发，它不属于我个人，属于我的国家，属于全人类。我是绝对不会允许把它出售给某个集团或者某个公司，从而进行全球垄断。我已经把我的研发项目报告
上报给我们国家的相关部门。我相信我们的国家会尽快的大力推广的。我现在要做的是继续研究，把原有的锅炉改造成今天的节能环保锅炉。张先生，你就不再考虑一下了吗？我已经考虑得很成熟了。你可是把一笔巨额财富拱手相让了。我知道这是一笔享用不尽的财富，但财富不仅仅限于金钱，它还有健康、快乐，最重要的是无愧于自己的良知。谢谢你们来中国，见证了环保节能锅炉的研发过程。欢迎你们再来中国，我相信等你们再来的时候，你们会发现每一个城市都会是蓝天白云，是真正的蓝天白云。作为一个商人，我为您感到遗憾。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敬佩您。最后我想提一个小小的要求，可以吗？您说。回到美国，回到贵公司，请向董事会成员以及公司的总裁表达我一个心愿。如果将来你们要引进这项技术，希望在公司能力所达到的每个地区、每一个国家，尽力的去推广它。我答应你，我们竭尽全。